换位出发，体验成长，去别人的世界找一回自己。变形记，一场关于成长的旅程，马上开启。爸爸，土是什么的？土是就是厚得很嘛，啥都有，是多厚的就能去土是，知道吗？高血压，有时候我还拉肚子啊。我想跟爸爸说让他赶快回来，我问他现在还好吗，他说好的。我们在外面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，没问题。来了一车养了他一辈子。他你应该看了，我不想让我儿子不要这个样子，我不想。只要你变好，你要我死我都愿意。我说马仔给你一样，你的心脏退出多少了？对他下跪求求你，你这个主动。